Morning， 大家，我已经现在穿了厚的衣服，然后戴了围巾了。今天是星期六，现在是早上10:30，朱老师已经去上班了。然后今天我要跟露露还有 Boogie 去参加一个小朋友的1岁生日 party， 有带一个礼物给他，马里奥。今天预报的最低温度已经降到-2°C了，我要出去感受一下外面的温度。下午回来以后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我们就先去第六小朋友的生日 party 吧。外面好像还好哎，没有很冷。今天是海盗船长主题，是不是 birthday boy？ birthday boy。你看他眼睫毛好长啊。有小朋友，看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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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来 1, 2, 3，奶嘴宝宝，奶嘴宝宝。看笑话呢，看一下。不是要到你那要赶紧的打开。我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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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喷！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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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没打开。哦，就我打开，可能就是谁的吧？哦。这小男孩应该能打开，这小男孩大了。哎呦！耶！祝你生日快乐！耶！过来。那你还不让？下一个叫啥？下一个手别伸，怎么笑的？忘了。You gonna go around this newspaper when the music stops? You have to go. You have to go. You have to go. 就是放在那，然后到嘴里。不能拿手，你不能吃。
Hug Imari, this is yours.
There you go. It's not working. I don't know who is this from, but thank you. Maybe left, right? Yeah.